对，就是早晚能耗开。是的，因为门已经是很快了，但是反而像你说的，混长手上没有记录自己的挽留刀。哎，这一刀想记录，他想记录一个自己的主刀，但是这里的佣兵能不能过来帮忙扛？看他原野过来了，怎么来得及一个吸？哇，求生者这边是能完成一个三出，监管者是拦不住了，一个记录刀，再一个吸，这就是四八七的安全感吗？